他编了这样子的一个六角花小包包。这个视频呢，我们给它加上两个提手。这样的六角花包包呢，提手需要两个，一边一个。我教一面，另外一边就是一模一样的做法，跟着来就可以。两根提手用到的条是3米左右，我呢是裁了2根3米的。这个条的长度没有跟定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长度来调整，长一点短一点都无所谓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安装，先拿一根从这里穿进去，一共穿2圈，这个地方穿出来。长度呢自己看，也是没有规定，觉得可以了就行。我们这里一共穿2圈，然后穿的时候里边这一边是这样仿着，外边这一边是这样正着，然后最后呢要把它这样合拢啊，这样合拢。所以你就根据这个情况调整它的长度，里边的要比外边的短一点点。继续需要2圈，再来穿1圈。头子呢，给它留出来10厘米或者8厘米左右啊，待会儿我们把它往这些缝隙中塞进去就可以了，先不用管它。好，总的穿2圈，也就是中间呢，它有4根藤条的时候，把它这样子调整好。这2根合拢，这里的2根合拢，然后再4根，这2根是反面朝上，这2根正面朝上，这样子合在一起。合在一起之后呢，就是把它捏紧，然后用双面胶缠上1圈。双面胶缠好之后，把这个白色的起掉。然后用长的这一根条从这里一直绕过来，绕到这个地方就可以，这样子。这样子绕一圈，绕到这个头子啊。一直绕到这个地方，顶部这里，绕到这里之后，把这个条还是从这里面穿进去，穿进去之后呢，把它拉出来，然后这里再缠一圈双面胶，缠好之后我们再绕过去一次就 OK 了。一模一样的绕，一模一样的缠。好，穿过来，然后再拿双面胶绕上。弄到顶点之后穿过来，然后把多余的，现在有2个头子了嘛，把多余的这2个头子都往这些空隙中别进去。
就是往六角花的那一些地方别进去就可以了，多穿几个啊，为了它牢固多穿几个，然后穿进去就完成了这个提手。另外一边一模一样的做法，注意比一下长度啊，要和这里一样长。另外一边就自己去做，另外一边的提手也弄好之后，把多余的头子往六角花这里塞进去，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，这样呢我们的包包就完成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觉得内容有用的话评论点赞关注转发支持一下，觉得非常有用的话给我一个特别推荐，谢谢大家，下期再见。